我来自中国，我很喜欢我的家乡，也很喜欢这里。我今天呢给大家分享我的生活，也带给大家我的创作，希望大家能喜欢。I'm from China, and I love my hometown, and I also love it here too. Today I'm going to present my stories and my art. I hope everybody will enjoy it. 我们希望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阳光的季节里，希望我们的鲜花遍地，希望我们是一个有一个美好的家园。这是我们中国的你传统的绘画，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头有这种五谷丰登，这种瓶子代表平安，这个桂花代表平安富贵。这些作品呢会放在家里，那么我是就是接受这种教育而长大的。因为在中国所有的绘画呢好多都带有寓意，期望起吉起伏纳祥，而带来一种吉祥的寓意。那么在现在的生活中呢，也大家在表演舞蹈啊或者是儿童的玩耍的时候呢，经常也用这种灯笼作为自己的玩具，或者作为一种吉祥的象征来去作为生活的道具，舞蹈的道具。因为在中国呢，在因为四季分明，那么在冬季呢或者是秋季是没有任何颜色的，那么大家希望挂一点红色，挂一点红色的灯笼来装饰自己萧瑟的季节，那么在不同的时间呢也装点成很喜庆的气氛。那么在我生活在中国的北方，这里下着很大的雪，那么在这种萧瑟的季节点缀着几点红灯，那么显得这非常有生气而艳丽。那么在中国的超市呢也会有很多这样的装饰，显得这个超市呢很有生气，很活泼。那么在中国的家庭里头呢，有重要的节日或者一些喜庆的气氛呢，也会悬挂一些这样有装饰特色的纸花。这种纸花呢应用很广，也可以做成纸玩具。我的小时候呢就是拿着这种廉价的玩具来娱乐自己。那么这是中国的春节会悬挂一些很艳丽很喜庆的装饰。这些就是我生活的基础，我看到的。那么我另一项呢就是我编了一套中国佛教版画全集，有82本这一套。我用了8年的时间。这些工作呢对我创作和我的生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我的作品。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固体的雕塑后边这个蜿蜒的物件呢其实就是这个雕塑的展开。大家刚才看到了前面那种纸玩具，其实它跟那个纸玩具很相似。大家可以看一下小视频。那么这个就是通过中国的纸玩具和中国的纸灯笼的形式的演变而制作的作品。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空间、语言和体量的转变。利用这种作品，我做了这种世界。这个世界的每个国家都可以展开，很绚丽。每个国家都是自己的有一个完整的文化，像彩虹一样美丽。这是我做的一块木头，是通过写生的办法做了一块仿木头。这个木头可以转变它的方向，其实它是纸做的。这也是一段木头，当我们看到它可以弯转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对固有视觉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改变。这是一个纸雕的婴儿。This is an infant from paper. 但是它已经超越了我们对固有人体的认识。这是看似一个石膏像的雕塑，其实是纸，是纸做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纸做的一个骨架骨骼，不是，这是肋骨。那么这个呢，是肋骨的展开。这个作品呢叫我。我用了200多种报纸，雕塑了4种4个颜色的人种，
human being. 对，因为这些人种呢，随着通婚迁移，使他们的民族特色和种族特色渐渐的消融。其实它和报纸一样，它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呢，而报纸逐渐走向了消亡。那希望这个世界呢，没有种族，没有民族，没有冲突，大家是一个和睦的、完整的、融合的生活。这个是用 newspaper 做的子弹，这是报纸做的石头，对，这是做的教具。这些欧洲的经典雕塑是我学习绘画时期的临摹对象，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到现代艺术，人们不再以造型作为衡量艺术语言的标准。对，大家可以看一下。Let's take a look. 哇对，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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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回来。哦，好的，退回来，对。当我们看到这种雕塑的形态语言发生转移的时候，我们通常会重新思考我们对固有物体的认识。这些都是从我的生活中一点一点积累而来的，我并没有创造什么，发现了生活中还有哪些可能，来对我们的视觉经验和我们的艺术创作提供一种可能性。这种直指语言呢，它通过很薄的一张纸，通过这种转译发生了不同的变化。正是因为这些问题，我也是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时候呢，我发现了这种艺术语言的可能性。那么我很早呢就开始构想一个作品叫花海。那么在2012年呢，我在悉尼做了一个展览叫花海啊、那我跟大家分享我创作花海的过程。我们经常会看电视、看新闻，看到各国在展示自己的武力，从海上到空中，到陆地，到中国，大家都在炫耀自己给人带来威慑的武器，以示自己的强大。To show their strength. 对，但是这些武器需要大量纳税人的金钱，但是呢，它同时是造成伤害的最重要的武器。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心中种下一个种子，我希望能把它变成去掉这些功能。我选择了武器之中 AK 手枪和子弹，这是在武器发展史上、热兵器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几件武器。这个 AK 它可以展开成各种形态，手枪它可以展示各种各样的形状，子弹它可以做成像太阳花一样的物品。我选择了18种颜色的纸张，这是我在这个空间做了一个平面的示意图。这个空间呢是二战时期的一个军工厂，大概有1000多平米。我运用了这种彩色的贴纸来仿照一个像教堂一样多彩的空间，这种神秘的色彩。这是刚才那些武器组成的作品。那么这大的是 AK， 这小的是子弹，这种是手枪。对。那么人们在开幕的时候，很多人流连在这里，争相去拍照，留下美好的身影。但当走到这个演示区的时候，看到这些是武器的时候，人们重新回头来，很肃穆地去看这个作品，因为发现这个美丽的世界是由武器组成的。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其中有一个人问我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作品放在其他国家，大家会是怎么看？我说，世界上有地球，有南有北，有东有西，每大洲都生活着许多人，但我想大家都喜欢阳光的阳光明媚的日子，鲜花满径的家园，
没有人喜欢战争阴云密布的时代。那么这个就是我所希望的。This is my hope. 那么欲望呢会引起伤害，伤害呢会引起仇恨，仇恨会引起冲突，冲突会引发战争。那么武器是为战争而准备的，是为了防御自我，也是为了伤害他人。而这一切呢都是因为欲望而产生的。那么欲望，这种欲望呢是几千年使人们生生灭灭，造成了很多的伤害。欲望之花呢看起来非常美丽而动人，可是真正领悟这种伤害背后的意义的又有几个人呢？其实当黑洞洞的枪口指向任何人的时候，其实都是对任何生命的一种伤害。它或者挣扎或者死去，其实都是我们都输了。那么对于有生命的人，或长或短或大或小，或待生出来或未生出来，其实我们都应该以一个仁爱的之心去关爱他们，去尊重每一个生命，使这个世界变得完美。那么 AK-47 的设计者曾说过一句话，制造武器永远是为了自卫，而不是为了杀戮。这个原则不容置疑，如果大家能遵守这个原则的话，这个世界将不需要武器。Thank you. 谢谢大家。Thank you. 谢谢。